宪兵特勤队全地形征收车介绍。本车任务为由掩护组运用地形车通过困难地形及障碍，迅速占领地形要点，狙杀重要目标，并掩护部队实施接敌。ATV 全地形多功能越野车，车长221公分，车宽122公分，高126公分，车体重达348公斤，排气量700cc， 油箱量达20公升，最大载重220公斤，0至50公尺加速仅需4.7秒，最快时速可达1小时95公里，采用前双碟刹、后单碟刹，随车配有双 A4 悬吊。其实这个车骑起来算是非常好骑，然后在颠簸路面的话，它的避震算是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这种娇小女生骑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大的震荡。这个车其实操作算是蛮简单的，那我们的课程也只有上3.59小时。就可以熟悉这个车辆，那日后如果再多练习的话，相信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对这个车有所帮助这样。